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阿玩公顶贼，我是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讲讲经济学呢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。今天这一讲呢，我们要来说什么是函数，什么是函数。函数这个概念呢，这是数学里面呢，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。相信各位呢，在国中或高中的时候呢，都已经有接触过这个概念。不过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有很多是在职班的同学，然后可能离开学校已经二三十年，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忘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还要来再跟大家讲什么是函数这个东西。那函数这件事情呢，基本上就是描述不同的因素或不同的变数，不同的要素或不同变数之间的关系，或更严格来说呢，是因果关系。那通常我们在讲这个不同变数之间因果关系呢，我们会从最基本的这个单变数函数来开始说。单变数函数呢，讲的就是说，一个 x 一个变数跟另外一个变数 y 之间的关系。那通常他们谈的是因果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在 x 呢，代入不同的值的时候呢，会导致不同的 y 出来。所以各位在谈函数的时候，都以前可能都有学过这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我不同的 x 呢带进去这个 f of x， 这个就函数会跑出不同的 y。那有些时候呢，不同的 x 带进去呢，可能也会跑出同样一个 y。不过呢，同样一个 x 进去呢，不会跑出两样的 y 出来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呢会希望呢，这个函数跟你讲的事情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，我一个 x 带进去，它就会跑出一个 y， 不会说一个 x。出去呢，跟你讲说，可能是 y1， 也可能是 y2， 这样会搞出很模糊啦，所以这个就是单变数函数的概念，描述一个 x 跟一个 y， 当 x 带入不同的值的时候呢，会跑出不同的 y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通常呢，我们可以把函数呢用图形来表示它，比如像我们在上一讲提到的，距离捷运站的距离跟每平房价的关系，那我们通常说到，距离捷运站越远啊，房价会越低啊，那你就可以用比方一个线性的函数来描述它，来描述这件事情。不过呢，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影响房价的因素不会只有距离捷运站啊，影响房价因素其实非常非常多啊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多变数的概念啊。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啦，距离捷运站越远，房价越低，可是呢，通常你知道房价，它可能也会受到什么屋龄的影响。所以屋龄的影响要怎样放到我们的这个图形里面呢？放到函数里面，那当然很简单，你就写一个数学式啊，里面有捷运站的这个因素，距离捷运站距离这个因素呢，那也有屋龄的因素。那在图形上你要怎么表示？过去大家在国高中的时候呢，可能都学过，我就用一个 3D 的图来画它，比如像 x 假设是距离捷运站的距离，z 是房价，y 是屋龄，屋龄越大呢，房价越低，距离捷运站越远呢，房价越低，差不多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。可是我要跟你说啊，通常我们在讲说屋龄越大，房价越低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这个数字在讲说房子比较老，然后呢，房价就比较便宜，不只是这个样子，有些时候还包括跟这个建筑法规有关系，比如像说，如果你的这个房子呢是在1999年以前盖的，或者1999年以前呢，盖的这个房子，设计的房子，适用旧的建筑法规，那适用旧的建筑法规，其实房子是在很多安全上的考虑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严谨，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个房价呢就会掉的更多。所以有些时候屋龄跟房价关系呢，它不可能不会是线性的关系，那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呢，它其实在1999-2003这个地方呢，它其实有个断点，所以其实情况会更加复杂，有些时候呢，不只是房价，房价呢不只是受到屋龄，不只是受到距离捷运站距离，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。像我们刚刚讲，即便是屋龄也会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嘛，那除了之外呢，比如像还会受到所在地村里所得的影响啊。好啦，那如果你要把这个所在地村里所得影响放到这个函数里面，那你就数学式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吗？可是呢，要怎么把它画出来？我们人类呢，是活在 3D 世界里面的生物啊，你不加入这个东西，你要怎么画？这时候就变得很麻烦了，怎么办呢？还好我们有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是这个样子，我一样呈现距离捷运站的距离跟每平房价的关系，不过呢，我画很多条，不同的条呢，代表说，在屋龄不同情况下，所在村里所得呢不同的情况下，所在村里所得年均100万，这个情况下之后呢比较高的线，然后呢如果是比较穷一点的社区呢，可能房价稍微低一点，屋龄比较老，房价低一点，你可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它。
所以呢，当我们用这个方式表示它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用一个 2D 的图呢来呈现一个很复杂的关系。可是呢，我只抓距离捷运站的距离跟每平房价的关系，那其他因素呢，我暂时设定其他因素不变，用这个方式呢来理解说不同的因素呢对房价的影响。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之后呢会继续碰到这个观念。好，希望今天的这个简单的解说呢，能够让大家对函数的概念有所清楚。好，我是中山大学企管系的施建源，我们下次见。